亲爱的朋友们，还在花费金钱买一部昂贵的自拍神器吗？那么接下来呢，只需要用手机下载 Camera 360软件，就可以达到与自拍神器一样的美颜效果了。那么朋友们会疑问了，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吗？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打开软件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的右下方呢有一个小的彩色花瓣，咱们点击进入啊，就可以进入到相机商城了。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分类，如果您需要自拍的话，只需要轻轻的点击美肤自拍，这个时候啊，您只需要调整好角度，并且啊面带微笑，点击下方的黄色按钮，就可以拍出您的专属照片了。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日系风格的软妹子呢，只需要在相机分类里啊点击特效相机，这个时候呢就会跳出相机页面。那么在下方啊有一个小的魔法棒，里面呢有日系的风格、效果增强、手绘啊、复古等等等等。咱们点击日系风格，对准镜头，面带微笑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拍出日系风格的照片了。那么您想把刚拍好的照片赶快分享给您的好友吗？那么非常的简单，拍摄完成功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的下方有一个分享，咱们点击分享就可以看到里面有 QQ 好友、微信好友、微信朋友圈以及社交站点了，点击一个即可分享。那么您如果想修改照片的话怎么办呢？也非常的简单，在分享的旁边啊有一个编辑，咱们点击就可以对照片进行修改了。爱上 APP 其实很容易，